是某人今仔日来上一笔大生意要交代，这可不是那种一点钟两五百卡上这么起的。只要陈先生付得起足够的定金，佣金一定处理专门的委托。是安尼吗？只怕我这笔大生意一输定还是两丁动摇定本。先生尽管说出，韩主任便讲。有嘛多年一家，是叫天下英雄共出，还是两丁？安怎这笔大生意，恁还是两丁是敢接也唔敢接？